刘嘉玲、关之琳、张淑平等人呢日为胡军嘅舞台剧《哈姆雷特》搞庆公演，胡军呢次就带埋女女上台，下次会唔会轮到仔仔呢？不会吧？这都看缘分。然后他人家要当机长，人家不愿意演戏。咁几时会嚟香港拍下戏呢？看缘分咯。真的看缘分了，我一直也在说，我说其实我对香港还是非常有感情的，啊，儿子也是生在这儿，然后在这之前很早以前也是跟香港的电影人有很多的合作，对，还是挺有感情。当然有，如果有合适的角色呀什么的，肯定来。周润发日前拍戏受伤，嘉玲姐又有冇关心下佢啊？5针其实唔系好多啫，发哥，早日康復了。但見到發覺今日都又上了去鄧小姐合照，是咯，即係冇咩事啦，輕傷但你都要留意一下咯。我諗住，因為我而家訓練緊自己的體能啊，我想下一次挑戰佢咧就行呢個鳳凰山啦、啊、攬蛇尖啊。即係佢話難度最高嗰個地方。金燕玲最近公布確診子宮癌，身為好友嘅關之琳就話：聽到消息之後好唔開心，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復啦。OK 啊，我覺得佢因為我睇到佢開咗刀之後，即係同醫生傾咗佢嘅情形，就知道其實都好好咁咯。咁啊，當然而家做緊 chemo 梗係辛苦啦。咁佢仲要做多5次 chemo 咁啊，希望大家都俾啲精神嘅支持佢。給多一些正面的報導給他。